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。现在不管是出差还是出去旅游的人都越来越多了，其中大部分朋友都会选择订购酒店落脚居住。经常住酒店的小伙伴应该也都发现了，现在的酒店往往都有一个相同规定，12点退房。这尴尬的时间点，第二天稍微晚起一点就很容易超时，超时就得加收半天房费。那么为什么酒店退房时间如此不人性化呢？12点退房的做法其实最初源于欧洲，当时由于欧洲劳动力成本高昂，酒店通常是外聘清洁工，这些清洁员必须在指定时间内清洁房间，如果在规定时间之外再单独请人来清扫房间，成本非常高。因此1954年国际旅馆业规范中确定，客人住一晚交一间的房钱，客人有从下午2点至第二天中午12点22小时内对客房使用权。现代的酒店几乎都延续了这一世界共识，根据一般的生活规律，大多数客人都在中午之前离开酒店，中午到晚餐前是酒店房间中客人数量最少的时间段，确保12点和14点之间间隙，方便房屋清洁排班集中打扫。如果实施24小时退房，入住政策前台以及客房部门将增派员工，增加人工成本，并且难以为二次安排占用的房间资源。不过酒店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，在我国有些城市宾馆酒店在退房方面的规定也有了明显松动。小伙伴们觉得这个规定需要调整吗？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